劈，给你劈，我看你是想被天打五雷劈。静香姐，有没有十包小核桃？十包，这么多，我看看，只剩五个了。哎呀，太少了，没意思。那有没有十包亲嘴烧呢？又要十包，我找找。亲嘴烧，亲嘴烧，哎，有的，但也只剩三包了。咋啥都没有啊？那有没有一大盒的闪电爽呢？一盒，两盒，三盒，这个更少，只剩下三盒了。要啥没啥，差劲。那我去隔壁胖虎那买。等等，大壮，你要的货我都记下来了，马上我就去城里进货，明天你再来。Tomorrow。 进这么多货可累坏我了，光交通就花了不少钱。幸好我点击下方评论区链接参加了银联优惠日活动，每周二周六领吃喝玩乐各种优惠券，还有幸运天天抽，每日消费就有机会获得优惠券和红包呢。大壮来了，你瞧我货都齐了，你的钱带了吗？当然带了。那就好。哎，你这数目不对吧？因为我只要一片闪电，多了就不爽了。什么？那你昨天还说要今非昔比了，快给我拿，要会被雷劈的那种。